方圆，你要的东西全部都在这儿，人可以放了吧？嗯。冯曦，你别管我，你交出军械就等于认罪了。再大的罪，我也要非救你不可。 轩辕，这确实是兵部的军械。这个女人果然是你的软肋，为了她，你真的什么都肯做。左相足智多谋，是我输了。放人！来人啊！把所有的军械全拉回去，一箱都不能少。是。冯曦，你果然是诡计多端，防不胜防。留着你在这个世上，迟早是祸害。小叔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得了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为我挡箭的。少废话，放箭！ 受伤了，没事，你不要命了。不行，今日之事因我而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里。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。
统统给我杀死！都给我住手！三殿下，现在要再不收手，岐山一事就不可收拾了。明日我就进宫，跟父皇好好说一下我在左相府受的招待。你这是在报复？你醒了。昨日在岐山，你武功那么好，为什么之前一直装作不会武功来骗我？你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要杀我，我只是不想太露锋芒罢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装不会武功是为了捉弄我。对不起。如果那剑再偏半寸，你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说话了。你哪有对不起我？明明是我对不起你才是。你还记得当日在主明义骗你刺我一剑？那是因为我知道以你的武功杀不死我。今天我终于把这一剑还给你了。那一剑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岐山的军械到底是不是你藏的？你也看到了，岐山的军械都不及兵部丢的十分之一，我只是为了自保罢了。真的？之前追查军械，左相坚守自盗的丑事被曝光，失去了陛下的信任。这次他借机会对付我，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，不信我？你这次真的太冒险了，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武功卓绝，日后岂不是更危险？只有一辈子做贼的，哪有一辈子防贼的？今日之事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罢了。准备好被刺杀了吗？是啊，只不过没让更多人知道你能够自愈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。以后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护你平安的。够了，别再说了。你再说下去，我怕我会当真。离不开，就不要走了。我知道我骗过你，但是我从没想过伤害你。你敢不敢再信我一次？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不得已要分开，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离开我的。